但是呢，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接受到的，就是他未来这个一味之水这个法水啊，佛呢要讲成佛之法，但是众生并不清楚他这就是成佛之法，可能只是认为他是成阿罗汉之法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：一切诸树上中下等，称其大小，各得生长，根茎枝叶花果光色，一语所及，皆得先者。如其体相性分大小，所论是一而各之貌。好，就是所有的树啊，所有的树啊，上中下等的那个这个，还有它的各种的草，好，称其大小，各得成长。好，因为你树有树的大小，草有草的大小，它都各有它的生长啊，各有它的生长。它根茎枝叶花果光色，哈，同样的语，一语所及，皆得先者，都会让它得到先者光亮，啊，如其体相性分大小，所论是一，啊，就像它所长的这个大小，大树是大树的样，小树小树的样，小草小草的样，那么所论是一。而各之貌，啊，都一样，长得非常的，非常的茂盛。这一点啊，就很佩服佛啊。所以这佛无始劫来，他，你看他累劫来三大阿僧祇劫修来的这个智慧啊，啊，应众生之根器说众生他能了解的法，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啊。我们不用说当小学老师、高中老师、大学老师了，我们光当家里的父亲母亲就很辛苦了，两个小孩就不知道怎么随机应机说法，就已经很难能够啊随他的根器来讲法了。好，哦，所以佛的智慧真的是高，但是从这一点哈，我们就啊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要懂得去静。去警觉到自己，有些时候对方不见得能接受的话，好，我们就要避免硬要去谈。很多话是说出来没有意义，又损掉这个善缘，那懂意思吗？对大家会没帮，对他没帮助，然后善缘又损掉，这个话就不要谈，好，就不用谈，因为变成虽然是好话。也可能造成问题，也你就好话也会造成整个大众的困扰啊。好，所以说话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讲啊误会成直心是道场啊，我们口要直，口要直啊，口要直，口太直这会出问题哦，口太直哦，你的命运就变成会过很坎坷啊。本来已经很坎坷的，本来我们已经是业障很重了，还要再造一些没有必要的障碍，那就更辛苦了。那个我上次有解释过哈，直心是道场，这个直心不是直话直说，不是这个直哦，这个直心是诚心，意思就是诚，内外一致，诚，这个诚啊，就是我内心里面想的，我就是要这么去做，啊，这就是诚，不会说歪歪曲曲的，内心好像，像那种很多太多的一些那种，这种很奇奇怪怪的心哈，心态哈，就是他内心就是很直直的、很诚心的，啊，这种呢才是叫做直心是道场。像刚刚那个祖师啊，连鼻涕哈，他都懒得管他了，他就只要好好专心修行，这就是直心是道场。那个他就是，他内心就是我就是要解脱，就是直直的，就是这条路一直走下去。佛亦如是出现于世啊，他现在来用佛法来对照前面的比喻，好，
说佛呢，他讲经说法也是跟前面的药草浴是一样的。出现佛亦如是出现于此，譬如大云普覆一切，既出于是为诸众生分别演说诸法之时，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誓言：我为如来以量足之尊，出于世间犹如大云，充润一切枯槁众生，皆令离苦得安稳乐，世间之乐即涅槃乐，诸天人中一心善听，皆应到此尽无上尊。他说佛呢，他也是这样，他也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得到知貌，最后一直往上成长，最后能够成佛而出现于世，就好像大云一样普覆一切，既出于世为诸众生分别演说诸法之时，佛出于世间就是为为了要跟所有的众生来演说什么呢？演说这个一佛圣之时，这个不是全而是实，诸法最后是走向成佛的一佛圣。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誓言，就佛呢，他在所有的众生于包括天人而宣誓言：我为如来两足之尊，说我呢是如来，我最圆满的如来，两足之尊出现世间，就是福慧两足之尊，出于世间犹如大云充润一切，就像大云一样充润所有的一切，枯槁众生皆令离苦，充润一切所有枯槁的众生，让他能够离苦得乐，得安稳乐，世间之乐即涅槃乐。你看这三种乐，安稳乐、世间之乐以及涅槃乐。安稳就是让我们能够安心，安心就能够安，不管有没有福报，至少让我们身心能安，能够安身心能安，那是多快乐的事情多快乐的事。过去曾跟大家报告有一个寄语，其实非常重要，我再跟大家再提一次，好像我以前只有讲过一次，就是灭日巴他讲的一个寄语：心依圣法，法依穷。我们心依着殊胜之法，法依着穷，穷啊，贫穷的穷，心依圣法，法依穷，穷到将亡必有终。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都忘了。穷到将亡必有终，就是穷呢，穷到什么？穷到我要死的时候，亡啊，死亡的亡啊，穷到将亡必有终，一定有一个终，就是终结一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，必有终啊，始终的终穷到将亡必有终，终此一生何处去？终此一生啊，那我这个人生结束了。终此一生，一生，我这个身体的生终此一生，这个身这个身体终此一生何处去？何处去啊？要去哪呢？何处去？死于芳草碧岩中。就是何处去呢？就是死于芳草碧岩中。芳草就是那个芬芳的芳，草草地的草，碧岩就是碧潭的那个碧，岩石的岩，碧岩中，中是中间的中，碧岩中，就是死于芳草碧岩中。你看这句话，它是一点都没有挂碍的呢，连我死去在哪里死，怎么死都无所谓啊。但这个已经是非这个感触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感觉起来有点那种汗毛直竖的感觉。
说哦，那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！要是我今生能这样哦，我就要是我今生能够有这种心境啊，啊，有这种心境，那是多么好的事情，那是多么轻松的事情啊！啊，那是很轻松的一件事，那身心都没有任何个挂碍，我连我死在哪都无所谓啊。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出去怕什么？怕车祸啊，怕什么？万一又遇到什么？好，然后到哪里都是啊，都是求要个平安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这句话是一点平安都没想求，他是多么的安稳啊！啊，身心就是这么的安稳，就是得安稳乐，这一切放下，啊，安稳乐。他连他这个臭皮囊在要往哪里都无所谓。安稳乐，还有世间之乐，啊，这个佛法一样，它可以让我们得到世间之乐，因为你佛是我们的福田，三宝是我们的福田，啊，然后我们周遭很多父母也是我们的福田，病人也是我们的福田，啊，那我们发菩提心啊，世间之善法我们也积极地去做，我们相对的就有世间之乐，啊，世间的乐。啊，世间的啊，那个啊，富贵啊，荣华啊，荣华富贵都会有这个世间之乐。好，像这个佛出生的时候，他那个力量多大？力量啊，他那个光，他不是那个，他出生的时候，那个国王为他做一个比武比赛嘛？哎，不是，他的年轻的时候，长大了哈，年轻的时候。那个佛陀的父亲啊，那个净饭王啊，他不是为他做一个比武比赛吗？他是所有的力气最大的佛啊，他武功最高强的啊，那个他拉那个弓哈、哦，拉那个弓啊，弓箭啊，比赛射弓箭，他所有的弓箭大家都比哈、哦，那个佛呢，弓箭一拿到手上，都随便一拿就可以拿了。很简单，都不好像在拿玩具一样。那么大家都看到佛的力气这么大，那么净饭王呢就想到说，哎，有一个宝器哈，一个很那个一个有一个宝的弓箭呐、啊，这弓箭是个宝，藏在这个仓库里面。那个是过去很古老以前留下来的宝的弓箭，就给他拿出来，给他去用看，拉拉看。就所有的武士都拉不动，只有佛一拉就拉动了。你看他世间，光是世间的福报他就这么大，身体色身的福报，光他色身的福报就这么大。好，还有涅槃之乐啊，涅槃之乐大家都知道啊。好，刚刚我们所讲的哈，这个。死于芳草病人中，他要有这种心情，那他一定是对生死能自在了。啊，诸天人众一心善听，皆因到此尽无上尊。啊，就是天已经人了，啊，那都啊，大家要啊用心的听啊，啊，皆因到此乃尽无上尊。这个佛他讲话真很有自信啊，这个不是慢行啊，这不是慢行，他是很清楚的来讲，在他那个层次里面，他已经啊，已经是为了所有众生着想啊，而来利益众生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：我为世尊，无人及者，安稳众生故现于世。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其法一味解脱涅槃，以一妙音演唱诗意。常为大圣而作因缘。这是佛呢，他就讲我为世尊，我是圆满的世尊啊，无人及者啊，世间最圆满的智慧慈悲，这是没有人能及的。安稳众生，能够让所有众生得安稳之乐，故现于世。
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啊，是为了啊，要跟大众讲甘露的净法，啊，因为这是法呢，能够让我们身心安稳，就像甘露一样。其法一味，解脱涅槃。我所讲的法啊，佛所讲的法，就只有一味，是哪一味呢？就是为解脱涅槃而讲。以妙音演唱十义，啊，以妙音。佛讲法，众生听的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可是呢，佛的都只有以一义妙音来演唱，啊，这个佛啊，佛所讲这个法，所有众生听，随类各解，常为大圣而作因缘，啊。佛既就算啊，佛呢，他是说恶圣的法，他也是为大圣而作因缘。为大圣这条路，为众生走向大圣而来铺路，啊，来铺的路，啊。所以这个佛是真的是很大的慈悲，啊。虽然这个被铺路的众生哈，啊，他不知道自己未来是要成佛，他可能只觉得自己只是解脱而已，啊，但是呢，事实上他最后是一定可成佛的。好，我们翻过来，佛呢，他是经常为了我们啊，来种这个大圣之因缘呢，啊，来种这个大圣之法。大家哈，在学这个大圣的时候哈，不要退缩啊，不要退缩啊，也不要讶异，因为在这个啊，现在有很多人他都比较迷于禅坐啊，我所谓禅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禅哈，啊，是包括南传的禅，包括藏传的禅啊，他都比较会迷于这个禅坐。这个禅坐要得到受用非常的快啊，很快，你只要打坐啊，数息法，或是甚至于随喜法，啊，或是观想什么，啊，其实呢，你要得到那种受用呢，是非常的快的，啊，非常的快。你只要去参加一次，啊，什么禅修，几日禅，啊，不管他是教摄念处，或是教中国的参禅，都好，啊，慢慢的，很快他就会有一个。啊，有一点点受用了，啊，你会觉得哎，好像不错的样子，啊。可是再怎么不错哈，我们业障还是业障啊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身上背的业还没消呢。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可以调到某个程度，我们的心可以调柔到某一个小程度，可是我们背后背的业。有消吗？没消，没有消哦。背后背的那一大堆的业怎么消啊？啊！而且我们这个时代跟过去又不一样，过去的人淳朴哈，啊，他，我们又经过这么几千两千年来哈，啊，又滚了这么久的时间，生生世世又不知道背了多少条业。我们本来佛陀那个时候是淳朴的人性，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会越来越不淳朴了，啊，那个业又不知道又背了多少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只有倚靠着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，啊，一声佛号啊，这个念一声佛号，然后消这累劫的重业，啊，消累劫这个业障。这个是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这个概念哈，一定要去给它具备。我们不要因为一时之间觉得，啊，这个禅修好像很法喜很不错，好，啊，那个气脉在跑，啊，气脉跑很舒服哎，哎，真的气脉在跑真的很舒服哎。但是这个舒服往往让我们会导引错修行的方向，
啊，身体的舒服啊，舒畅啊，啊，会导引错方向。有一个人，有天有人问，那个问广钦老上，说老上，禅修要怎么禅修啊？这个老上就回答说，你还是念佛好了，好，不然你坐在那里打妄想，时间也是过去了，好，还是在那里老实念佛就好了。然后他就讲他，然后他就接下来问，说老上，那我呢？可是这样子，我一直打坐哈，我要可以通我们全身的这些气脉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更有定力，可以更，啊，就是更有，就定力就可以，啊，提升很高。那么老和尚就讲，他说，你念佛念到透也一样，念到透也一样，就跟全身打通气脉是，啊，是意识是一样的，啊，但是念到透是什么样，我也是没有去。没有经历过，但是呢，但是从老和尚的这个话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好，这个念到透啊，除了我们身心会转变以外，最重要是业障有在消，而且很安全，因为你脱离生死轮回很安全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脱离生死轮回是非常。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一旦如果我们今生没有解脱，你来生会跑去哪不知道，而且现在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好，要去哪里跑到去刚好找到一个好的善知识，啊，现在要依着弘一大师、印光大师，还有我们的历代这样的祖师这个传统来讲来讲课，用这个内涵在讲课的是在少了，越来越少了，不多了。最近有一个居士跑来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师父，那个很多人都邀请我去某一个三知师那里，啊，那有一些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去那，啊，不喜欢来你那，不喜欢来我这。”然后我笑一笑，我说：“哦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”他说：“你这里要吃素，他那里不用吃素。”他说那个三知师不用吃素，他们一直强调吃肉身体才会好，要有肉体你才能修，他强调的是这个，这是个观，他们认为是这样啊。我就听了就也只能笑一笑，不然也没有办法啊。这个肉体是很重要没有错，但是如果要靠吃肉肉体才会好哈，那你反倒背的这个业不知道要背到多少了，啊！你到晚年的时候，那就有的受，到晚年的时候，啊！我很难想象啊，供佛的时候供荤的会是什么，很难想象。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的，这是不太能够这样。虽然佛在这个二圣里面哈，他有提到这个三净漏，啊，三净漏。那么这个三净漏呢，也是为不同根器的人在谈的，因为他要他一下吃素没办法，可是终究还是要跟众生不要结恶缘，终究。所以佛在菩萨界里面这一部分就开始在慢慢要求，希望能够断这个众生之漏。在许多的大圣经典也慢慢的在强调，要断众生的漏，好，不要太去跟他碰，好。现在也欧美也慢慢的研究了啊，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吃素不是为了宗教，是为了健康吃素的，啊，是为了健康，这是科学研究出来的，他们很多科学家的理论报告都有。这已经毋庸置疑的这件事情了，啊，所以希望这个我们修行哈，这个方向一定要走对，不要在自己的气脉上去下功夫，啊，这个到最后只是空浪费时间而已。国内有一个哈很高的武林高手，非常高的武林高手，
啊，他过去真的是第一高手。他往生的时候哈，80岁往生，我陪在旁边，我陪他的，我陪他在旁边，断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正好轮到我照顾他。我在家的时候，在家呢，因为我跟大家报告过，我在家的时候就学那个功夫啊，从国二就开始学，学到大学还在国术社。好，那这位武林高手呢，他往生的时候正好，因为我跟他蛮有缘，正好我又陪在他身边照顾他。走的时候全身是黑的，全身是黑的，我很难过哦，那难过死了。因为他这也没办法，他一生就经历过战争太多，他也免不了那个业啊，就旁边就一直帮他念佛啊，不然没有办法。就在我出家前几天啊，我正好去照顾他。所以但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学佛啊，没有学佛，虽然武功很高，没有学佛啊，所以气脉哈能做什么呢？啊，你一生在你再高的这个肉体，能够把你撑到最佳状况，又代表什么呢？啊，也还是没有办法。所以不要，广钦老和尚一再强调，不要在肉体上下功夫。不要在我们这个肉体上下功夫，好。啊，但是适当的照顾是需要哈，就是有空给他上点油啊，零件不要坏掉，就是适当的照顾了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儿童夏令营，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起步了，在未来哈，国内哈，其实国中、高中的佛学夏令营，其实它也是越来越重要，啊，越来越重要。因为国中、高中他的智慧已经开始在启发了，小朋友他可能还懵懵懂懂，可是国中、高中跟他讲，他会越来越有心，知道守五戒的重要，知道啊，这个因果果报的重要。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他会越来越能接受的。所以其实在未来国中高中夏令营是在我们应该要越来越去啊，越来越去朝这种要去多花点时间的了。然后大学在我师公那里以前就常做大学的，叫斋戒学会。好，忏公这个最有名的就是斋戒学会。那我就是斋戒学会的关系才想要就是出家，所以我很感恩这个斋戒学会。所以这个大学的如果能够比较很如法的来办哈，大学的话办起来就可以办严谨一点的，严格一点的，因为大学生了嘛哈，甚至国中高中就已经可以办一点严格一点的，严谨一点的。好，都全部过堂吃饭啊，然后大家都腰打直。以前我办儿童夏令的时候，我自己全部大家部队式管理，跟我讲话全部理正，大家全部都是理正啊，理正，然后合掌啊，说师父好啊。我们那时候我在十九年前，那时候在办协助别的道场在办儿童那个夏令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用部队式管理，我才刚下部队，又是特种部队下来，我又做执行官，所以那一期的小朋友最辛苦了，哦，就被我全部用部队哈在管，所以他们的老师都管不动哈，小孩子在那个寝室里面。上上下下跳来跳去，他们管不动的时候都找我说，执行官，那个小朋友管不动，他们不睡觉，说好，你去跟他们讲我来了就可以了，我人还没到，他们全部都躺平了。不过现在是不能，现在不会这样的了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的以前没有以前那么那个样子的，现在好像老了啊，年纪大了。
只能说这样子慢慢的看小孩子哈，他们去成长哈，然后陪陪他们啊，跟他们讲一些啊因果报应的故事啊。所以，我在未来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嘛。啊，我们这次儿童夏令营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。啊，这个都还可以去慢慢的再去策划、再去思考的。大众请合掌。自归依佛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发无上心，自归依法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慧如海，自归依身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，何难慎重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，